比较休闲辣的感觉，还是比较正装上班族就可以穿的样子，或是你有的这样都 OK。 白就是很白，黑它是有点黑蓝的感觉，但实际上是黑色。然后奶茶色超级好看，完全显瘦。像我的话是167 51公斤 S 号身形，看起来有点像是八分的裤长。那我自己本人的话就会让那个脚脖子给延伸出来，那其实呢就不会有截断的感觉。它不是那一种牛仔大弹，但是它是西装界里面有微弹性的面料，非常的挺料。 S 号 M 号 L 号的粉丝请你注意了，拿正常尺寸就好了。屁股完全就是显瘦，而且呢它整体的剪裁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这次我们调和的奶色很淡很淡，它又跟白色不一样，然后奶茶色在秋冬里面也非常实穿。然后你看我做窄边给大家系小皮带，超级有质感，四季都可以穿不用收，春夏冬都可以穿，夏天穿也不会闷热，冬天穿也不会过凉。